应该是会开演唱会，在红馆，也希望有机会在巡，有机会在巡回的时候来，这个是愿望，拱蛋愿望，对，拱蛋。有还他一只吗？这好朋友吗？没所谓吧。对，大家吹他明年也可以吹我的。对对。那下个月那个阿娇婚礼，所以会担任伴会啊。我们那天就把要穿的那个姐妹装也试了，也是了，嗯，刚刚好啊。对，哦，不用改，不用修。很开心，他就现在很努力的健身了，有看到那个程度吗？还没有见到他，我觉得，每天我看到他的那个 po， 我觉得也非常的替他高兴，因为一直以来他没有那种很大的动力去健身，然后不单是为了自己的体型，而是我觉得对于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。他呢，你不要看他就是样子好漂漂亮亮，但是他是常常晚睡的，嗯，所以有时候多做一些运动可以增加那个身就代谢。对，那你自己怎么保持的这么好，皮肤这么好？我最近不好，我最近刚刚那个两颗痘痘都刚刚卸，但是还是很好。嗯，我想应该遗传，我妈妈给我的基因蛮不错的，但是我如果太累的话还是会毛孔张开的。嗯，现在宣传比较累吗？宣传是，嗯，原本我就觉得也一定要把自己的唱片好好的宣传，三个月六个月都要，但是我真的会觉得原来自己还是会累的，就是觉得每天都跑通告啊，每天很早起床啊，都需要一点，就是不停的鼓励自己要努力一下。对，这个是这个创举啊，我跟我的同事说，大家都很久没有那么的用心去为自己的专辑来宣传，这个是希望对自己的那个创作有一个尊重。